没想到见到是我，你竟然没有马上离开，还留了下来。我说过，救人性命，医者之道。真的不介意我之前误抓你。对了，外面那个女孩只知道我是个商人。这是今天的药，吃下去会好很多。谢谢。重金寻妹叩谢感恩，你妹妹怎么了？失踪了，有没有照片？宋荣出去买点别的吃的，这太噎得慌。小心一点。你的伤口都裂开了，你不疼吗？我看你是不想让你的兄弟担心吧。疼要说出来。从孙鹤鸣下楼打电话到他们到达，大约花了20分钟，换算成距离，也就是方圆30里。他们来的车上有红土的印记，方圆30里哪里有红土？应该是高尖那附近。来来来，